今天皮痒跟女朋友犯贱一下。知道今天什么造型吗？啥？性感小啦，怎样？不错吧？哦。你哦什么意思？我费了三个小时，我打扮出来你就晕啊？行，真好看，行了吧？我这把我姐夫打死你！他妈东西不好吃，你就别买了，难吃死了。哦。你哦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话，你懂不懂情绪价值吗？你给我点反馈，为啥这么累？行，你想要情绪价值是吧？啊，你好，我媳妇说你家东西不好吃，啊，是吧，媳妇儿？啊哈。啊，给我来一口。抠死了！嗯，你干这不笨？阿姨，啊，喝吧，喝吧，哎，这不是咱的，咱在这儿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哎，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这，哎。